声工作室到底有多少艺人？周深。周深作为内地目前最火的男歌手之一，他的工作室已经成立一年半了。为了工作室的发展，必然会吸收一些艺人到他的旗下。那么他目前工作室的艺人都有哪些呢？首先，作为老板兼工作室一哥，多变实力歌手周深本人自然排在第一位，代表作《大鱼》《情是何物》《直破苍穹》等。周浅，肢体不协调的摇滚青年，玩得很疯，代表曲目《彩色的黑》《再见萤火虫》等。某站六级大佬，著名年更歌手，老二次元，代表曲目包括爆燃的 Unravel 在内的众多二次元歌曲，太多了不一一列举。周果子擅长暗黑系哥特风格曲风，出镜率不高，可能因此导致本人生活堪忧，代表曲目《天堂岛之歌》，自己按门铃自己听。我有一个秘密，悄悄告诉你，叮咚，有人在按门铃，是谁在问？小土豆，此人目前是否加入其工作室未知，每年只出现在9月29号的晚上粉丝福利直播环节，居然还开美颜唱歌。虽然吸引2000多万人在线吸猫，却极其对不起自己的名字。早期代表曲目《欢颜》《贝加尔湖畔》《蓝色降落伞》等。等着我发芽，等到一地的落花。蓝色的降落伞在天空里那么孤单，飘向翻涌的人海，望着我被掩埋，那个青涩的男孩在岁月里那么。幺蛾子，蒙面唱将猜猜猜中逼着导师亲自上场抓蛾子，代表曲目身骑白马，他说等。事件侧田，我真的受伤了。巫启贤立 flag 中奖，并造成某论坛直男群体的大型失恋现场，遍地哀嚎。光熄灭了，音乐静止了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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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汤圆，美声歌手，性格调皮捣蛋，工作室海拔担当，代表曲目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，雪落下的声音。轻轻落在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。周 AI 声，清风歌手，战评虚拟 AI 歌手洛天依。五种声线转换得不像人，代表曲目《达拉崩巴》。犯罪犯心之间，醉人笑颜浅浅，就让我
浪的缠绵哦，电视机。周星星综艺咖，一般只出现在各大综艺节目中，擅长沙雕卖萌说相声，时而运用召唤技能将工作室其他艺人传唤到现场，把好好的搞笑综艺节目变成顶级音综。我就是公益警官，是这个音量，但他的手机的震动是滋滋滋，他的震动比他的铃声还大声，知道吗？立刻就是他被吓疯了，他就外星外援。此人据说来自 C929 星球，歌声深邃空灵，极具神秘感，代表曲目卡西尼末日飞船。坠入属于你的王国，燃烧所有周猫猫，工作室发言人、前台、扫地大神等，技能卖土鸡蛋、捡破烂、杀猪脚。我并没有喜欢，只是刚好因为那个模仿上了热搜，所有人都觉得我爱模仿。我在家不会，平时没事。喵，这是个谁？这是个什么东西？镌刻好每道眉间轻伤。花间桃花思量，踏君临水中里，惊花红妆等谁归？今夜轻轻唱。编外人员人数不定，据说大部分都是外国人，主唱外文歌曲。目前已知有俄、乌克兰、英、意大利、印度、法、日、泰国、波兰等十余国人，也许以后还会有他国人员加入。代表曲目九语版 Let It Go、 Monsters、 孤独的牧羊人等。工作室和声人员，外号和声狂魔，号称最强辅助，目前仅一人，而且还不给工资。目前大概就这些人吧，有补充的评论区留言。 I see you monsters。So brave and chase them all.